全台唯一的五分车，每年十二月到隔年三月，会奔驰在云林虎尾糖厂到包中田野间载甘蔗，吸引许多铁道迷前来朝圣。在艺文界也出现不同的发想，用他们的方式来诠释对虎尾糖厂的情感。载满甘蔗的五分车准备回云林虎尾糖厂，这是全国仅存的季节限定版画面。每年十二月到隔年三月期间，都可以看到它奔驰在虎尾和包中的田野间。它是画家蔡穗美最爱的主题，也是为了纪念过世的画家何义明。老师过世之后，我们都还要继续画啊，练习啊，大的小的什么纸都去尝试这样子。我反而是在老师过世之后才开始画火车。铁轨，因为就想要纪念他啊。如果画其他东西，其实大家就不太会记得这个老师这样。同样为五分车着迷的林淑娥接下历史建物专案经理人工作后，实地带游客探访后发现，原来拥有113年历史的虎尾糖厂可以生产一样媲美日本三温糖的糖品。这个是100多年来第二次制作的，原来叫做台湾三温糖。当我们今年发现的时候，也把全部虎尾糖厂今年所产生的台湾三温糖全部买下来，然后呢赋予给它新的名字、新的故事、新的定位跟新的诠释。虎尾糖厂小火车是台湾仅存一条仍正常运送甘蔗的台糖铁路，即便现在厂房已经锈蚀，但对云林人来说，希望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加以宣传并保留它。